11月10日下午，韩国演员李准基通过机场飞赴日本拍画报。李准基身穿军绿色大衣亮相，身形消瘦，见到记者粉丝频频微笑挥手打招呼比爱心，尽显亲民本色。步步惊心力大结局后，李准基没有走进韩国男星拍完戏就发福的怪圈，仍是成为锥子脸，而结束了在日本为期3天的巡回演唱会。 XO 成员集体经仁川机场返回韩国，身着温暖毛衣和大衣，以全副武装的姿态出现在镜头前的他们稍显疲惫。一同从日本返韩的还有防弹少年团成员们，大多以口罩帽子加身，露出些许凌厉的目光。如此保暖的机场型，你能认出他们吗？当天晚上 JOT7 因11、12日的加拿大粉丝见面会行程，经由仁川国际机场前往加拿大。6个大男孩口罩加身，统一身穿代言品牌羽绒服现身，真真是熟悉的味道行走的广告。虽口罩遮面，但是看上去心情大好，频频向镜头挥手致意，礼貌十足。同时 Girls Day 成员惠利经仁川机场出国，前往夏威夷参加海报拍摄，身穿黑色毛呢大衣，内搭高领毛衣现身的他亲切向粉丝打招呼，好心情尽显。而 2PM 全员6人也一身潮范打扮齐聚仁川机场，将前往澳洲拍摄首次集体公开旅行综艺，这也是哥哥们入伍前最后一个团综。 HT 们不要再压抑内心的洪荒之力，赶快期待吧。